The gram show two poster of promotion offered by Pasaraya Hikmat. Now using matrix method, okay, 你一定要用 matrix method 啊, calculate the price of one package of chocolate and one can of drink. 所以它的 promotion A 呢，就四个 chocolate， 然后六八罐汽水，36块，两片 chocolate， 六罐汽水，20块。所以在这一边呢，我就 let 那个 chocolate 呢 ，okay， chocolate。 Let chocolate， 然后 RM X， 然后它的 soda drink can drink， OK RM Y， 所以我这边有一二三四四个 X， 然后8个 Y， 这边是2个 X 6个 Y， 所以我就有4 X 加8 Y 等于36。 然后我有2 x 加6 y 等于22，所以在这一边我开挂弧 x y， 然后36 22，然后这边有4826，所以我用 matrix method 的话呢，它就会是在这边4286 的 inverse 乘以3622。 然后它就会变成 1/AD 减 BC， 就4×6减8×2，然后我的6跟4换位置，这两个换符号， 36跟22，OK， 然后我这边横下，所以我这一个就有 1/24，24减16，24减16是8。 你在这一边，你可以用计算机来按 4×OK 那一个目4×6减8×2，然后拿到的是8。然后这一边它是6×36减8×22，减2×36加4×22，所以我这一个它就会变成1/8，然后我就有6×36。 减8×22，然后拿到的是40，然后过后呢，我就有减2×36加4×22，然后拿到的是16，然后8×5=48，16，OK， 所以我拿到的是 x 等于5，y 等于2，所以就 chocolate RM 5，然后 can drink OK RM 2，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检查答案，就是说我在这个我按 mode， 然后再按 mode， 然后 equation， 然后 two unknown 4等于8等于36， 然后2等于6等于22， 然后拿到的是5跟2。 然后你的5跟2的时候呢，你可以检查了，所、so, 以你的那一个 x 等于 5，y 等于 2， 所以第一个是4×5加8×2，所以它是20加16，36，对。然后第二个是2×5加6×2，10加12等于22，对。OK， 好，